拜拜。你好，我们这是街头快问快答。天哪，那天你也在啊？然后会有个小礼品。嗯，没问题。您最喜欢的颜色？深蓝。最爱吃的水果？我也是后来看到视频，最喜欢的才知道你也在那里。理查德·柯蒂斯的《时空恋旅人》在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，如果您和暗恋许久的人世界记录了每一次又一次的遇见。 我想记住我的可能性不大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是无数次的偶然造就的必然。我的原点是你，终点也是你。 享受我对你多着迷，每时每刻都想念你。许墨，再嫁给我一次吧。